好，固，好，横画撇蛮厚的，哎，开始轻巧，用力甩上去，很向这一边哦，倾斜，然后斜到这边，这边非常紧密，然后点结束。其实这个字只有一侧哈，唯一伸长大概是这个笔画，哦，那个笔画有时候字哈，一个字只要伸出一个笔画，那个字就不会写得略显呆掉了哈。那只要一个笔画，不见得要说到底都做动作。有时候我们会误会说，是每个地方都要做动作。其实一个字里面每个笔画都做动作，就等于没做嘛，因为它没有对比性。有时候只有一点点而已，画龙就点睛。哦，这边都非常长。哦，那这边他这次比较客气啊，没有绕圈圈把它画好，然后这边他就把它填满了，非常厚，点又非常轻。哎，哦，一个，我准备写下一个字。故。